暂时放在这里啦。小郭又是谁？小柯啦，小郭，小郭，还是不是叫叫我？好，然后，先收一下东西。这样子的话，我需要一颗盖亚钢锭呢。看来之后真的要种盖亚，那是不是种盖亚泰拉锭？之后要种泰拉锭才行，这样才能一直打。需要烽火台，需要烽火台，这里直接和地狱之心。就是用这边一二三，然后地狱之在心，冲拉线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这个，知道这是谁家的控制杆吗？控制杆。谁家的？秋风的吧？哇！铲子，然后这里，OK，盖亚会因为人变多而变强，其实还好啦，我们装备都。他变强也不会变强到哪里去啊！哎呀，还好啦。那是以装备还没起来的状况下才说一个要一个人去打，但是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起来啦。不然就是我们下次去打的，被他打死的穿女仆装啊。好啊，我觉得可以反正就只有一个人，衣服还到现在还没穿啊，耶。还在夜市偷窥，他会飞。对啊，还才去泰拉钢锭。他进上线了吗？我在家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转向了啦？有没有东扳西。手？有欸，小雨家有扳对。手欸。他为什么会有扳手？我不知道。他有在研究什么？工业的东西吗？他就有扳手、跟锯子、跟雕刻刀啊。为什么他教会了这些东西？你好久没上了。小猪都发芽，哦，要去哈基家玩。哈基要不要这个？嘿，没用的东西。那个？阿丘，哎，我飞不过去。这里。不用雕箱子，这边就一个现成的箱子啦。你看，可是过不去你家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我家，为什么？等级不到吗？有啊，有等级啊，就只有你家去不了。有这显示 bug 还是怎啊，么样？对呢，等级重没显开，示到。有了声音了。要一把钻石锯子才能切割萤石方块，是这样子哦。改掉了，切石方块。阿纪，哎。
来，送你这个无用的东西。啊，这是什么工作台？好可爱哦。这个是批量工作台，就是自动合成台。哦。嗯嗯，欸，其实他今天铲蛮多的，喷到处都是。这个，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你自己做的哦？对啊。哦，其实他今天铲蛮多的，好可爱，好猛哦！立体耶，立体雕塑，帅。我家还有一个啊，看你要不要？哎，你没发现到这个吗？有啊，这时钟键是你哦哦。哦哦，帅！也是雕的。我刚以为这是整个模组的东西耶。凡是想骗你的啦。帅哦！哇，这些也蛮多的，放这里啦。帅。啊！我被吸干了。被吸干啦。对啊。那顺便送你这一颗。这里，然后地狱石放这里，放上去。接下来这个房子是哪一把？可以改名字啊。可以，放去。这。好，可以。我问你要不要烧煤炭？要不要换烧煤炭？效率、欸？对啊，我自己做蜡烛就好了哦。不是啊，我换成烧煤炭，我还要先把我的木头先拿去炉子里面烧过，以后再放过来这边。那我这边直接有木头给它烧就好，而且我木头是用不完的啊。对啊，我木头超多的，用不完啊。干嘛要多一个步骤去把它烧制成煤炭？不用啦。你对粉色方块，我的妈！嗯，哒哒。不然就是我切太薄了。哎呦！哎，好，就这样子吧。青金石。嗯。纸。僵尸干嘛啦？走开啦！走开啦！走开啦！啊，快起来！对，好。哎呦，僵尸你真的很烦欸，走开啦！心肝听起来很不妙，你们才很不妙。嗯，哇，这吃的经验值也太快了吧！哇，我以为你有四只小猪铺满在飞，吓死我了。四只土谁？你那个烽火台围绕的。哦，那是要打盖亚的地方。哇，等一下就可以准备可以打盖亚了。可是今天可能没办法，因为魔力不够。我等之后开始种泰拉定的时候，就可以无限打了。呀，打他是主要打盖亚之魂吗？嗯。还有打骰子啊。是不是有那个幸运方块那种骰子？嗯，他的骰子有会给你神器啊。哦。还有打那个骰子。第一次看台，欢迎欢迎，觉得还不错看，感谢你。感谢感谢。白色。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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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他
它其实有点吵，我要把这个消音方块拿过去用。你知道刚刚已经玩到有点尴尬的时候，想说奇怪，什么我在丢丁格里面走这么慢？哦哦，玩到已经嗯，怎么会走这么慢呢？好宠坏了，都宠坏掉了。不得不承认，真的宠坏了。走好慢，气死我了！有做句子还没？好，什么东西会发光？你们跟我讲，我看不懂。其实我们经过将今天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吧，我们植物魔法已经差不多了、欸。现在就只是魔力不足而已。嗯，他咋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可爱哦！这可丽玛是超可爱的。你说繁星家那一只吗？我直接复制一只给他了。他可以直接弄完复制完，复制出来。我手上这个就是蓝图啊，你只要身上材料够就可以复制了。哦，可以做成蓝图哦。好可爱哦！我刚刚就是卡到音，就是材料不够，我的小猪出不来。超可爱的，嗯、有加盖亚三吗？好像只有盖亚二而已吧。我看他这是写到盖亚二啊，盖亚三有什么招？我没打过。盖亚二啊，我只有看到盖亚二而已。他有盖亚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盖亚三我没打过。嗯。啊，杰克嘞？嗯。杰克嘞？不知道。拱点。拱点。电话。讲电话，又在讲电话。附加魔族有要看这一包有没有啊？我说这一包有没有啊？嗯，啊对，这个要关掉，不然会浪费。他去露营哦，去露。这样子魔力够吗？我不知道他之后能不能足够维持传送门的。够吗？这个想等精致一点再送、欸、嗯。嗯。嗯，没有很快，但是一直有在增加，可以好。讲那个搜寻是这个吗？这个句子吗？你想放在箱子上面，可是 shift 好像不能放点，那可以了，可以。嗯，好啦，我今天其实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等魔力够。然后可以用泰拉钢锭了，哎，今天差不多啦。好啦，我这边先关啦。哎，还有，哎，我到十一点好啦，还差一 点、啊，差一点点。对啊，那这就我们就看繁星在干嘛好啦。不用啊，去看阿基干嘛啦、嗯、不要啦，看杰克在干嘛？杰克没有到啊。我要去繁星，阿基家。句子是干嘛？下班了吗？到十一点，我们到十一点。可以。你家怎么这么多效果啊？三个而已啊。你头怎么？你印第安人哦？好，没有，印第安人。你刚头上一剑插在头上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我先把。那比较爽啊，插在头上比较爽。哦。这个话要这边。哎、欸、呀，我的扳手放哪去了？有人知道吗？
我在这里。一两盒成塔。哦，你要一次从这边直接这样合出来啊？嗯。嗯，维持传送门的要求很低很低。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经验够不够，之后再看看吧。哎、欸，之后再看看。苹果、洋葱、烤猪肉。你为啥要关两只鸡在里面了、啊？鸡蛋啊？他的蛋。哦，要搜寻什么啊？反手在聊天室里面讲屁话哦，ban 了你哦，先把你 ban 了，想清楚之后再说。嗯，搜寻句好了，好来第几个哪一个商场交付？啥？感觉是讲这个吧？是吗？嗯，小猪不满，时空剑。嗯嗯嗯，小鼠 F O R G E 蛋糕机，他记这个不是要做蛋糕机，而是做食物机吧？嗯，都一样啊。这边都铁桶啊。Hello, hello, 安安。哦，这个哦，得到了，钻石的吗？石棍加木耳。我先去把经验桶还给杰克。经验桶还给杰克。突然想吃布丁雪糕。突然想吃雪糕。布丁雪糕。不知道为什么嘴巴突然有布丁雪糕的味道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太神奇了吧！太神奇了吧，杰克！好了，走出来了。好了，怎么去还杰克？不用钻石，太贵了，铁就好。我钻石很多，我们还有在种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钻石很多，用不完哦。每天还要去帮他削一些些。对呀、啊。就魔族才能这么奢侈啊！真的、啊？拿来怎么玩？遇他右键、左键、左键当机啦！左键当机啊，不能动啦！啊，繁星家！哎呀！来看我当机吗？不要啊！来看你当机啊！哇！你在哪里当机？当好了。你在哪边当机？合成。哎、欸，你有丝绸对不对？帮我一下。丝绸，你要敲什么？先帮他敲起来。对。啊，他回家了。还我！我去哪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啦。虽然你也有中啊，用合成的、喔。这样吗？等一下，他回到哪个地方去了？我看看。啊，维度合成的怎么合？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440，还是用这个的？用合成的放在合成台。哦，合成台。等一下在哪里？544哦，这样子吗？这个吧，哦，这是荧光石，我看到它了，找到它了，所以就只能从上往下切哦。聚在上，物在下，啊、然后嘞，再这样子吗？来还你，哇，切这么薄、哦。可以这样子吗？你再用锯子切啊？对啊。啊，你们说它的方块要怎么弄啊？感觉越切越薄了、欸，可以横的吗？不行啊。
继续可以切到迷你方块。没了、欸，到处看看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好了，11点了，差不多了。三，哦，难怪小雨会要锯子啦，他的家墙壁全都是假的啦，全都是接坡片的，都只是贴瓷砖贴上去的。对，可以一直切，可是我切不下去了、欸。好，那我这边先关台啦。改横切，左边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哇，是这样子玩的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它可以对齐中间吗？可是它偏一边，让人有点火大哎、欸，它不能自中。会亮，会亮，关台了。好，再来测试看看你们说的会亮是不是真的会亮。哎，哈基没开台了哈。嗯，好，那我要关台了。哎呦喂，会亮哎、欸！你说用切割出来的吗？对，我有32个小的荧光石方块。然后事实证明它会亮。嗯，好啦，我要关台啦。它不太好找，你放上去它不就不太好找？重点是它不能自中，它是只能偏左上左下，右上右下。哈基不适合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借一次，这样就没了吧？不过它可以做荧光石棒。好啦。我要关台啦，收台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大家收看啦。哎咻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哦，今天还有影片哦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最后的音效包真的是很好笑、哦。我每次剪精华都是剪到自己快笑到不行的那一种。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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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吃东西了，好饿哦，拜啦。